道吗？刚刚再过两秒钟，你就要被他人工呼吸了。对对对，还好我起来。毕书记，你没事了嘛？对不对？没事没事。你是不是看着口吐白沫？哎，没没事没事没事，拜拜托拜托。再这样子，我们要请新北市那个警察局来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也在旁边而已，好危险哦。真的，但是看完精彩的演唱呢，自己可以离开吗？不行。那我们留他来一起跟我们参与我们的耶诞主灯秀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，那再度要跟大家。